宝奢品行业顶尖公司蓝海奕星发布重大利好消息，刚刚回国的新任总裁庄心妍宣布与未婚夫严兴成先生订婚，他们的订婚典礼在今天的蓝海公司礼堂举行。下面请跟着我们的摄像机走进隆重的婚礼现场。谁啊？老沈，是我。我给你送点新蒸的菜包过来。哦，来了。那个人，大叔，别看那边，没关系，我在呢。不好意思，我赶时间。怎么办？刚刚那个女生，她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。镇定一点，你要知道你在什么地方，你更要清楚你在说什么。我们不是第一天回来，我们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麻烦，方向和元帅去处理了。相信我，快去换衣服吧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去吧。为什么不让我参加婚礼？我刚刚明明看到了订婚的那两个人，蓝海奕星的庄总，他是我从小一直长大的。你干什么？你看错了，站在台上的正是蓝海奕星的总裁和新任副总，他们两个人订婚和你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不对，不对，你就是不想让我参加婚礼，对不对？方翔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你告诉我。元帅。你们不告诉我是吧？好，那我去见他，我亲自问清楚。元帅，起码这样他不会再说什么了。